冰岛美综合报道，澳门赌王何鸿申宇三方陈乃真的26岁儿子何猷启去年5月分手以色列女模 Angelica， 当时他伤心删掉 IG， 没想到不到一年，何猷启在大年初二宣布好消息，在微博写道 She made eyes， 他说好，并晒出与一名长腿女子的合照和超大钻戒，透露求婚成功。去年圣诞节何猷启在微博晒出牵手照，画面终于他与一名女子在圣诞树前十指紧扣，还向港媒表示不说太多了，她是我的女朋友，稳定了就公开，大家一起过圣诞庆祝。岂料短短几个月何猷启也宣布求婚成功，不过女方身份仍未公开。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，何猷启未透露求婚细节，只简单回应谢谢祝福，今年是新一页。何猷启去年分手以色列女模后离开香港前往中国工作，因此认识未婚妻，不过对于女方身份始终保密到底。何猷启和女友求婚成功，女方有双漂亮长腿，翻摄自 IG 何猷启用超大钻戒套牢女友，翻摄自何猷启微博。